闪电章鱼再现江湖。等一下，马上来了。输的人给粉丝抽奖。哇哦，上面好像有一块陨石，大死皮。No， 我要卸掉了，感觉我会垮掉。No！ 啊！当然了，今天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开箱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电视，我现在一直可以看到自己。天哪，我感觉真的，我们这次的开箱会非常精彩。那随便看看我最近又买了一些什么吧。看看这个吧，这个就是来自于小王子的盲盒。这个盲盒的话呢，它是由小王子、还有艺术家 Steven、还有日本海洋堂三方联合，全部都是手工涂装上色的，一个只要89块钱。这个是一个沙漏，它中间的话呢，这个沙漏是可以真的滴下来的。然后第二个秘密花园是两个小王子，它其实真的很精致。这个的话呢是叫做流浪者之歌，这个是来生做你的心，很精美。所有的大人曾经都是小孩，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。这不就是我一直鼓励大家的吗？就是要保持一份童真。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最喜欢那个月亮。也没有，并没有打算送给你。算了，我自己买。真的是第一套哦，是官方认证的小王子盲盒第一套。哎，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拍卖掉。大家可以去 follow 我的闲鱼。第二个来拆一个这个吧。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设计品牌 SMFK 和这个卡西欧的一个首次联合，它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腕带，手带上全部都是钻的，对，是模拟银河。手表的话呢是卡西欧比较经典的5600的一个型号，当当当当，闪不闪。这一个的话呢2200块，就这个1000不到，这条手链值1000多哦。嗯，这个看着就很奢华，但是我觉得太有点太浮夸了。我不太敢戴耶，真的。好，下面一个吧。Spring 的一个 Pat 联名款口红，包装还是很精致的，有一个金色的大嘴巴，然后有一个 logo 厚涂。这个颜色好好看啊！不行，我要上嘴巴试一下。看一下，它的质地是那种比较哑光的，着色力很好。这支口红颜色是很好看，但是它的使用感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愉悦，上嘴巴好干啊！而且你可以看我嘴巴死皮，大死皮。No， 我要卸掉了。这支口红1000块。天哪，这一支口红1200块钱 ，My God！ 下面一个，这是我买的隐形眼镜，但我真的是不太会戴，怎么办？有没有人可以教授一下戴隐形眼镜的技巧？是什么想法让你想戴？就是淘宝推送给我了，我就。试试玩嘛。对的。睫毛有点长。我的设计。我眼睛已经开始流眼泪了，怎么办？还没有开始戴呢。对。哦，天哪，被我的睫毛扇下来了。怎么戴呀？天哪，感觉我会垮掉。我觉得你还是别挑战了吧，真的，放弃吧，这个不适合你。真的，听我一句劝，峰哥，咱放弃，咱不受这个罪，别哭啊！妈，不行，我再试最后一次 ，one more time。No！ 啊！是真的，怎么做到的？你们算了，我回去再慢慢研究一下。肯定有很多人好奇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我来开这个大的。当当当！你知道这个其实是我上次在 CPB 做 SPA 的时候种草的一个东西，它就是一台毛巾机，就是毛巾加热的东西。然后哇，它已经热了，开了一小会儿，它这里面已经热了。哇！每天你想象一下，就是你洗完脸之后沐浴更衣完，拿出一条毛巾咔嚓，然后把它轻轻的盖在脸上，哇，然后再去贴一张贴片式的面膜。哦，爱了，这个我会把它用起来。下面再开一个这个吧，来自于野兽派的，是一件衣服来的，我来给大家
试穿。这个就想到一个东西，就很像放在电瓶车上那个车把手上的那个挡风的那个。对，就有那个味儿了。天哪，我们继续来拆一个小的木头的盒纸，这个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品牌，门蒂陀罗萨天狼星。这个品牌的话呢，是意大利的一个小众品牌。哇哦，上面好像有一块陨石。天哪，这个盖子真的很漂亮，瓶子的盖子是那种凹凸不平，像一颗陨石一样，奇奇怪怪的，像石头。它给我的感觉的话呢，很森系，花的这种味道在里面，比较柔软的感觉，这还蛮好穿戴的，很有性格，但是不会说是那种主流。这支我应该会经常喷它试试看。傻妹哥，朵凡家的一个礼物，这个如果有多的话呢，还是送给大家啊。还送了个刮痧板呢，可以自己留着，这个就不送给你们了。一个是朵凡的小金珠，一个是朵凡的小珍珠，两个瓶子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里面是不一样的。当金色的这一颗的话呢，是叫做小金珠，它里面是有到这个10%的 Pro 维 C 和5%的 Pro 维 E， 还有到一些植物精油，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，然后敏感肌肤也可以用，促进胶原蛋白新生，抵抗暗沉。银色这个叫小珍珠，这个很厉害，它是敏感肌肤都可以用的，维 A 视黄醇，3%的黄金浓度，再加上植物精油，包括眼睛上都可以去用的这个维 A。虽然这两个会送给大家，但我还是偷偷用你一颗，这个用你一颗，这个啊，偷偷用你一颗，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。这个是小金珠的一个质地，它其实是水状的，流动性很强。小珍珠也是水水的，流动性很强。这两瓶都是有到一个智能渗透的一个技术，吸收非常快，而且渗透力更强。然后它的瓶子上面有到一个标识，这里有一个小月亮，看到没有，代表说它是要晚上去用的，早 C 晚 A 就是它们。而且这个你混合你的面霜用也可以，单独用也可以，都是 OK 的。送两个人啊，送两个人，抽到的那个人的话呢，要自己掏钱再去买另外一盒。被迫让你们再买一瓶，促进朵凡的销量。对，来下一个，看这个，刚刚给大家看这个，它是一个蜡烛啊，长这样子的蜡烛，哇，太好看了吧，把它拉出来啊，啊，太可爱了。这个叫做大卫 by Tony，它原本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烧光之后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秃头。在人均996时代，高强度的工作压迫下，许多人承担着脱发秃头的困扰，他们的设计师也是一位受害者，因此设计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蜡烛。好，下面一个吧，拿一个盒子吧。哦， Tom Ford 是一个气垫哦，哑光黑红的一个，这个包装真的好美啊。然后还买了一个眼影紫，这个眼影的颜色也是大家可以去买的，四个颜色是很细的那种细闪，我喜欢中间这个颜色，中间这两个浅色好好看啊。我前两天还收到了 Tom Ford 的公关礼物，打开里面有一瓶身体油，但是它是流沙的，还有口红，然后它有一个白色的白金的。你们觉得黑色的好看还是觉得白色的好看？你觉得白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？这样一对比的话，我觉得白色好看，我觉得黑色更有质感，黑色一看就哇哦，白色一看就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哇哦呜，他做的东西还是很经典啊。下面一个，摸到哪个是哪个啊，也是一个盲盒，这个盲盒很厉害，很难买，里面全部都是植物，很好看。这个叫做 Urban Green Mix， 都市绿色制造者。哇哦，一个手术杯，这个还有泥耶，哇，它有一点 DIY 的感觉，这个盲盒也太棒了吧。再插一颗大葱，好有趣。它里面其实有烧杯，有这个标本，还有这种盆栽多肉啥的，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绿地。哎，我们来开一个游戏吧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我在抖音上买的。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好朋友沈阳康和我一起加入，然后你选一个嘴巴，你要在那边，我要在这边，就是我们现在要用嘴巴舌头去把它击倒，如果我绿色最后击倒的多就是我赢，红色击倒多就是你赢。我们先说惩罚，一百个什么吧，就是有点吓到了。十个吧，十个，这样吧，一人50块钱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输的人给粉丝抽奖，一人50块钱下午茶奶茶钱，好不好？对对对。3 2
有啊，一二三四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赢了，输了就输了。说就输。还有一个游戏，咚咚咚，你不会又搞那个什么什么章鱼？闪电章鱼再现江湖。上次我真的是疯了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闪电章鱼的游戏。后面研究了一下，秘诀在于好像是没有戴学员手套，对吧？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场地的比赛，可是比谁持久是吧？对，比谁持久，男生就是要看谁能够坚持的更久。我们有一个新游戏啊，输的人给粉丝抽10个奶茶下午茶钱啊，一人50块。三二一，计时开始。你计时器要在屏幕里面。可以。这不能怪我。你很阴险。这不能怪我，27秒。我看你有多久？我感觉我只有2秒。你平时多少秒？我平时很持久啊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你也很那个，我没有那个，你在我旁边。3秒，平时很持久啊。3秒，谢谢康康，谢谢你认吗？我认，你认了，那我就说，因为你没戴手套。你没有戴手套，你个笨蛋！其实我刚刚一直看到了他没有戴手套，也不提醒，但我没有提醒他。游戏过后，我们继续来拆。噔噔噔，这个是一个巴卡拉的一个玻璃制品，但它很厉害，它是和哇积木熊一个联名款。我还有一个黑色的，这个是一个透明的，但这个我没有花钱，是我用积分换的，真的很精致哎，好看。我等一下就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去。下面一个 TX 淮海买的。弟弟的一些衣服，当当当当，超级可爱，有没有？然后这是一件小鳄鱼，这件小鳄鱼好好看。对，我们来穿衣服好不好？哎呀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可爱的要死，好好看，好乖的嘞，我们好乖的嘞。对，下一件，下一件，小鳄鱼也试一下吧。红色的袖子和绿色的袖子，还有蓝色的衣服，就有一种非常男孩的一个感觉。还有一件，看它还有个小虚包，哎，好荧光哦，哎，好显黑啊，天啊！但是晚上出去玩的时候，是一眼就能认出它，是这样。我好可爱的呀，最可爱的呀，好美的画面啊，天啊！那我们就把时间停止在这一刻，享受我们的这一刻难得的亲子时间。这个是要配个 BGM。睡吧，睡吧，小朋友你快睡吧，睡吧，睡吧，小狗狗你快睡吧。像不像一个小娃娃？脱了，不穿了。像不像你妈给你脱衣服的时候，小时候暴力脱衣。下面一个来自于噔噔噔珀莱雅家又出新品咯，这个品牌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，他们出了红宝。
用起来，然后如果可能的话也会给大家去做一些推荐，然后去争取一些活动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关注我。最后还有什么东西呢？是啊，这是我买的一件睡衣，上面有一个熊，好可爱啊。哎哎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你看这个小熊熊，当当当当当。下面一个是件西装，看起来是件很普通的一个西装，但是它当当当当，有一只熊。我觉得这件衣服比较适合一个人。谁？陆航宇。陆航宇，这件衣服送给你，真的，这就是你的衣服啊。哦哦，可爱是呢，可爱。最后一个是，也是一位网红朋友推荐的，一台在家蹦迪的一个神器，它就是老徐深夜徐老师，天天到晚给别人种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来看一下，可以吗？它是一个蹦迪神器了，自己在家可以蹦迪的。关灯。关灯，关灯，这没有很蹦迪的感觉。哇！哦，我的天哪！整个星空在墙面上，哇塞！天哪！来首音乐吧。弟都被你唱睡着了。哇，好美啊，好美啊！挥我们的荧光棒。江水温柔温柔我举杯，万里风海江水只许我转念一笑。差不多了，哥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在这首美丽的歌曲当中和大家拜拜再会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